新月落下，编织温柔的童话。大地丰饶，养育初生的新芽。无暇的少女自人群间穿行，将人之美尽收眼底。真我的音节在末世中起舞，将善与爱贯彻始终。人类的绿者化作新生的种子，在细枝上绽放人性的飞花。那花名为爱丽西亚，人之绿者爱丽西亚。2021年7月29日，崩坏三发布了粉色妖精小姐的角色预告。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人之绿者的诞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和牙医一起来到往事乐土，结束深入13音节的过去。旅途的最初，我们便与爱丽西亚相遇。嗨，等你好久了。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拥抱热情和快乐，却又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令人感到神秘，捉摸不透。他好像离我们很近，又好像很远。于是我们和他结伴而行，这一路有欢笑和嬉闹，也有感伤和遗憾。我们看见他受到背叛者的指责，得知他第13绿者的身份，与他许下一同出席宴会的约定，又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匆匆告别。而现在一年过去，旅途的终点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当熟悉的风景再度浮现，所有的真相，有关他的一切都被毫无保留地呈现在面前时，我们会看到那个如飞花般绚丽的少女依旧在那里，带着不变的笑容一如初见。之前我们在做绿者的时候，都能直接通过全能联想到很多意象，但人之绿者不同，它是一个浪漫且诗意的概念，每个人都会对它产生不同的想象。每个人不一样，太怎么样，嘴巴树啊，水晶啊。所以在最开始的启动会上啊，大家发散出很多想法，比如生命的摇篮啊，文明的化身。我们想把所有能够体现人性美丽的事物都送给爱丽西亚，让它成为美的集合体。也曾经激烈的讨论过是不是要往壮观华丽的方向去做，直到有位同学提出，我们应该回归自己的内心，回想产生美好这种感情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会浮现出什么。这时你会发现，美好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点缀，它可能存在于白色的沙滩上，或者是安静的午后，甜美的梦中，或者幸福的回忆里。我们觉得爱西亚也会存在于这些地方，就像以前那样对着我们微笑，每当你看到它就感觉到开心，会让你感觉到那些幸福的事物和回忆。和粉色妖精小姐一样，我们用了水晶、魔法、植物这些元素来表达她的能力。爱丽西亚始终是爱丽西亚，她的内在永远不会改变，只不过之前为了保持神秘，所以显得有些收敛。这次人之绿者是她绽放的真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表现她自己的一切，是那种纯粹无瑕的美丽。穿插生长在头发上的白色花芽意味着绽放与新生，带翅膀的铃铛就像花童那样，左边牵起她的一缕长发，右边挽着她的头纱，陪着她盛装出席最后的宴会。我盛装打扮的样子有没有让你心动呀？在发动攻击时，她会凝聚出巨大的弩车，向前方的敌人持续射出华丽的贯通兵箭，展现他作为绿者信手拈来的强大实力。冻结、破碎、层层递进，谈笑间令敌人动弹不得。放松时，他也会一改少女的端庄，肆意且悠哉地翘着腿，手指轻轻地拂过嘴唇，浑身散发出俏皮挑逗，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可爱的爱丽西亚。在爱丽西亚的身后是水晶组成的神环，美丽又易碎，就像爱丽西亚眼中的人类和生命本身。这些水晶会始终环绕在她的身边，成为她战斗时的助力与保护。星星划过的时候，要记得许愿啊。
如果说普通形态是艾莉西亚人性的体现，那么在开启必杀技后进入绿者形态下的她将完全展现出自己神性的一面，星神的花朵在眼中闪烁，举手投足间便创造出一片独属于她的领域，这是人类的始源，是星辰汇聚而成的海洋。在一切的最初，人性的种子正是由这片星海中萌发。她的头纱和始终紧随身后的花童此时变成透明的翼膜披肩，花芽延展缠绕，构成了她身后的鱼尾。她化身成一尾人鱼，在星海中自由自在的嬉戏，轻盈地摆动着身体，以灵动的姿态穿梭在这片梦境中。手中的权杖有时也会成为他的玩物，他会悠哉地坐在上面荡着秋千。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艾丽也会召唤出巨大的摇鱼，破冰来到他的身边，与优雅的水晶法术一起击退敌人。在这个艾丽所创造的世界里，你的关注点会不自觉地集中在他绚丽的演出上，你会发现他始终如一，从未改变，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战斗，而是一场盛大的舞会，献给屏幕之外的你我。致以无暇的时代。这是一个讲述美好的故事，理所当然会有这样美好的人物。这样的人在现实中也许并不存在，但正因如此，他才会成为我们的向往和憧憬。我们想把他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也想通过艾莉西亚把这种人性的美丽传递给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就像艾莉西亚说的，我们是乐土对于后世的人们就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可在虚幻的故事中，我们也能寻获真实的感情，创造真切的记忆。在那个行将消亡的世界，曾有一位如水晶花般无瑕的少女，她以绿者的身份降临大地，却以人类的名字永存世间。这就是艾莉西亚的故事，一个爱着所有人的女孩，最终被所有人爱戴的故事。这种爱长存于故事之中，也超脱于故事之外，它会被后来者的感动与铭记延续下去，传递向未来，永远存在。这便是艾莉西亚始终坚信的事物，美丽的永恒，人性的真我。一年前，我们在这里见证艾莉西亚的诞生，一年过去，我们将要迎来这个故事的谢幕。以艾莉西亚为始，以艾莉西亚为终，当所有的演员重新站上舞台时，这位一生都像童话般浪漫的少女一定会为这个故事画上最光辉灿烂的句号。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好吗？